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大观战。观战一把目前 S 一的蜘蛛、佣兵和小说家、律师、心理、蛮磁石的一套阵容。你还别说啊，这阵容好像 AD 倒有。这阵容其实打蜘蛛，我觉得蜘蛛不占优，甚至求生者还输不了的感觉。你这个蜘蛛想要赢还真蛮难的。这边心理三刀，对吧？你三刀击倒差不多要80秒靠后了吧？三刀打完，不过他这边还好的就是什么呢？第一刀起的比较快啊，他第一刀要是起慢一点的话，你应急放完，有的时候就是你那个闪现好了，你都不能闪他。像现在的话，因为第一刀起的比较快，这应急消的比较快，所以说闪现好了击倒能60秒，但一般来说这边队友帮忙掩护一下什么的，也要等到个70秒甚至80秒。整个击倒完了以后呢，穷者外面马机加起来大概是2台多到2台半，又一个震慑，闪现省下来了。这蜘蛛的一个操作确实，它压的这个就是对于蜘蛛的这个速度压的确实很极限啊！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刀打的都是就刚刚好。这波加速上来，我就能打到你这一刀，要刮金地下室嘛？刮金地下室，其实这个地下室不是特别好，我觉得这波地下室不如选择挂在外面去干扰外面的密码机，比如中场啊什么的。因为这个地下室一挂，主动权反而交给穷者，穷者这边可以选择压着不救，看情况救一波，对吧？那这样的话呢，反而蜘蛛会被动一点，就他们真的选择不救了，哎，穷者这边狠心一点，对吧？这队友不要了，反而蜘蛛赢面就降低了。你挂在外面呢，你逼迫他们去救，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滚雪球，赢面会大一点。当然你说挂一地下室嘛，其实保平面会上升很多，但蜘蛛这开局他也不需要保平面，搞得好像你们真的小世界来打架，能把这心理学盘活一样的，对不啦？因此这局我觉得蜘蛛这个地下室一挂呢，就给了求生者比较多的保平面啊。虽然说确立了自己的不败之地，但是也给了穷者更多的保平面。哎，这边佣兵压着，哎，我就压着，对吧？外面两台机在那边修中场的机子，这个开门战穷者手里面还能剩蛮多东西呢。这一波一压，哇，这心理怎么那么耐做呀？三甲妹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这地下室一挂，心理不是心理开始点外卖了啊，哈哈，想想就跟队友说这波不要救，然后心里就可以点外卖了。等到自己挂飞的时候，外卖都点好了。三甲妹挂进地下室，心里笑开了花。我这三甲妹做完，密码机就剩半台了，呵呵，要了亲命了。哇，这击倒是真的快啊！这蜘蛛确实它的这个熟练度够高，对于这些交互点的一个把握到位。佣兵把这边的机子能补掉吗？这里。先蹲，这边的机子差的不多啊，但是想补好像没那么容易，应该是先救一波人啊，先救一波人，救完人以后，大不了待会儿让这边律师再去救一波，顶着薄命拉开，或者说看情况，呀，亮机，嗯，不着急吧，我觉得先卡班救一波再说。蜘蛛的一面呢，要看开门战了，因为这波卡班救呢，其实对于蜘蛛来讲啊，他选择控场我觉得会更好一点，对，就他把穷者这个特别是佣兵这边的道具给耗空的。这里先把佣兵抬了，然后看看回头的密码机，外面选择重新修一台，这边穷者要选择重新修一台的，而且重新修一台好像还得是让律师修，你小说家修，小说家修其实还有点风险，传送落地把小说家打了，不过传送落地想把小说家打，小说家是个二挂，然后穷者这边的话把这个机子补了也能打，差不多。这里小说家传送落地，好，那这边的话看怎么打，律师不走，然后小说家去捞人，这边小说家犹豫了一下，回去先把中场的机子给点了，点完以后再去捞人，那蜘蛛回头了。蜘蛛有没有回头？没有，继续在这边打也行吧，压这边的机子，好的，也可以，佣兵是个过半。嗯，这波的话我觉得小说家这里就是稍微有点吃亏了，因为他当时第一时间把机子亮了，然后去救这个佣兵，佣兵应该是卡半救下来，救下来以后呢，穷者两个选择，外面重新起一台是可以的，因为蜘蛛的话传送交掉了，他重新起一台就在旁边能起啊，
就是小黄旁边那一台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两个人像现在这样强行过来打，打一波可以打，也可以打，就跟你搏命嘛，跟你拼命了嘛，来了搬命了，哎，换位走，一口出死没突到，反手咔嚓一刀，那边捞下来继续打，哎，抢抢机子。蜘蛛的话，这里啊吐一口啊打一刀，机子能量不？96，哎，咔嚓。不好意思，差一口气。减刑减一个，然后挂一个，直接投降了。哇，差一点点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别忘了下期见，拜拜。